被誉为戏真女神的钟楚红，自婚后一直都甚少现身幕前。日前她接拍天然染发剂广告的时候，冻龄的美貌完全看不到岁月的痕迹。在拍广告的期间，钟楚红就被问到怎样挑选染发产品，她就说她都是会选择一些成分天然的产品。钟楚红近年醉心于金计工艺，她表示金计工艺需要极大的耐性和极高的专注度，平日活泼好动的她都没想过自己可以平静地坐下几个钟头，耐心地将破损的器物修补。从中她就学识了欣赏和细味整个过程，当见到器物完好地修补，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她说金计的修补美学令她明白瑕疵不是要遮掩，而是可以随着岁月升华。